产品，当属 QQ 音音。赶紧整洁，功能齐全，还占较小内存。神到 3.9 版本，两年不再更新。多少网友为4.0等得焦急万分，现在突然扎实更新，都喜大普奔。升级之后却发现槽点一大对 ，QQ 音音 4.0， 皮肤变得黝黑，文件关联全都失效，双击也开不了。播放电影全是黑屏，声音真常听。播放歌曲不给你每次惹人气，挑片偷片尾。功能全被砍掉，视频合并功能再也找不到。画设备上传，几百里统统被取消。MP4 也播放不了。加载字幕强画质，全都变成历史。画面旋转播放记录为何都给删掉，无损音频不会崩溃，就算烧高香。播放视频出屏保，不停动鼠标。新 QQ 音音只能进退10秒，兼容模式也不支持9.0。发出来让人吐槽，新 QQ 音音年底重重业绩，让我们都下载去刷刷点击。新 QQ 音音除了名字还熟悉，改版改得翻天。QQ 音音实在是用不了，一回滚到就搬坐到4.1。新 QQ 音音何时能推出4.1？只求9版加1。